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，外面水晶酒杯快嘅，咁啊，但係中間緊張大師搶上去啊，入邊仲有狀元及第啊，第三位就未，咁啊中檔粉紅帽白衫嘅財財啦，內欄尾衣紅衫粉紅帽嗰只咧就係電氣騎士啊，遙遙多後係合夥紅心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啦，緊張大師帶住狀元及第入嚟啊，外邊就美麗第一啊，攝入邊追有電氣騎士，馬林中間上係財財啊，外邊水晶酒杯咧就係慢慢上緊啊。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緊張大師佔先，中檔追上嚟有狀元及第，內欄電氣騎士，外邊美麗第一追緊，接近終點啦！外邊美麗第一，埋邊係電氣騎士，中間狀元及第，睇嚟第一名係埋邊喘上嚟嘅電氣騎士啊！第二名狀元及第，中間出邊美麗第一，兩匹馬就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至於第四名嗰只咧係緊張大師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電氣騎士啊縮住少少嚟跑，響入邊穿上嚟追人贏。狀元及第似乎第二機會高過美麗第一。